所以今天晚上要去 Justin Bieber。可以啊，可是我们九点半就要去。Hey Pool Family， 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我跟 Jamie 现在人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最主要来这边就是要注册结婚，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注册过了 ，But 在美国我们算是 single，so single Jamie，single Curtis。今晚我们已经 book 好了在 Chapel， 蛮特别的。当天我们办好 license， 然后等一下就是要去。结婚，我们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去办那个 license 部分，也是非常的 easy。But yeah， 我希望给你们看一下在 Vegas 结婚到底是什么样子。Let's go。Huh? You guys too。几个小时前，我们现在来到要注册结婚的地方。So 在 Nevada 结婚的话是要先。在这一栋办个 license， 办完 license 之后，你就可以跑到不同的 chapel 做正式的 ceremony。我们刚才在旁边有看到有 drive through marriage，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直接车子开过，但是我们先去拿那个 license， 之后再决定在哪边注册。太阳好大，好热 ，Oh my gosh。全部都是被晒，这里大概是108度。Jamie， how's the weather？ 好。跟马来西亚比呢 ？Even hotter。Even hotter than Malaysia。这里是比较干燥一点，所以热起来是皮肤会脱皮，变得不一样。刺刺的。对，刺刺的，要擦防晒。Yeah, yeah, take a flyer。我们要在这里办 license， 他已经在跟我们推荐，而且他是24小时可以结婚。Cool。Marriage License Bureau，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在这边结婚的话，要先在这里拿一个 license。大家都在这里排队。Welcome international couples, we missed you. That's us. Hi, I made a pre-registration. Okay, perfect. Okay. License fee is 102. Okay, maybe.I have that on my identity card. This is her identification card. Oh, okay. So I'm actually going to use this card instead, okay? Instead of your passport. Sure. Okay. I can try drive through. If you like, 看你要随便还是要有仪式 You can ask your mom. Mom, can we drive through? I swear.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is affidavit. Is true and correct. Alright, will you be paying with cash or card today? 这还不是结婚哦，这只是确定我们的东西是对的。没有比起马来西亚现在 GPN 紧张，超那个快速多了。我们还等了半天。搞定，蛮简单的，总共才花了大概5分钟。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些 documents， 我们就可以选我们要在哪一个 business， 哪一个 chapel 那边注册就可以了。他还有给那个一些好像 Vegas 很好玩，就把结婚变得比较好玩一点。还有 luggage 的这种，像一个旅游打卡的东西。对。再回到几个小时后 ，Bride， 哦、oh, yeah， 可以啊。他说你要穿什么都可以，Up to you， dear。我穿比基尼去。啊，应该也可以啊。This is Vegas。明明今天要跟我结婚了，会不会紧张？我已经结过一次。你在这里是单身的，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去 Justin Bieber。可以啊，可是我们九点半就要去。那你先帮我扣一个上来。那我立定的 rules。然后你出去，我跟你。不能乱说话。We're here。有没有看过人家晚上结婚？我是第一次，已经看到那个 chapel。等一下是在这个 chapel。然后我们先进去登记一下，让他知道我们到了。嗨。And then I do need to collect the $60 for the minister fee. Okay. So will we be able to do the wedding inside the church?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Congratulations. 对，你可以先去 Bridal Suites. Can do some makeup.Can get ready， 噔噔噔噔，我们有我们的花 ，Vegas 结婚就是这样，期待吗？跟台湾结婚不一样哦。他这边的开关还蛮好玩的，是个 statue， 那你要关的话，等等。
So, 我们刚才得到消息是，我们走过去那边的路程是可以录影的，但是我们走进那个 chapel 之后就不可以录，可是他们会直播。So, I think 我们可以分享他们直播的部分。Hopefully, so you guys can see 到底在 Vegas 结婚是怎么样。这边 last minute touches. This is for when you, they say you may kiss the bride. 点头点头点头。就我们自己应该没关系啊。Little Church of the West Wedding Chapel， 就是这个教堂。Nice, very traditional church. Chapel 一下。Hey, full family， 因为他不让我在里面拍摄，所以我直接做一个 reaction 的影片。我有问说里面如果想拍摄的话怎么办，他说你要付$2,000+买他那个 package， which is like 8,500 just to 拍照 or 录影，因为他里面整个是很商业化的，其实整个 a marriage 才总共3分钟，超级超级快的，你也可以到他那个 Facebook Live 里面看到每一个人在那边结婚的那个画面，里面基本上只需要我妈妈做一个证婚人，如果你只有两个人去没有证婚人的话也没有关系，他那边是可以租的，基本上就像一个游乐 entertainment 一样，你东西都是一个 package 一个 package 买的，包含我们买这个东西以外，他还要付给那个帮我们 他算是牧师吗，反正就是帮我们结婚的那个人，你要包钱给他，然后再问你小费，然后整个过程该有的都有啦，有花，然后有那些 bells， 可是就是很快速很简约，然后你在里面 I do Jamie, will you have Curtis to be your husband? Do you promise to love him? Honor him, comfort him. She's so ready to be married. You may kiss the bride. We're married. 马上结束 ，and then 他就请我的证婚人，我的妈妈就出去，然后另外一个就开始在那边拍照。你们两个摆这个 pose， 靠近这个钢琴这里，你再走出去 ，basically do 不一样的 pose。然后你拍完照片之后，就像你去玩迪士尼，他会带你到另外一个房间给你看你那些照片，然后我再开始想要卖给你。他不让你在里面拍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希望是你跟他买，而且他的package 都是很贵的，我记得有3个 package 好像是$500，如果你要你那些影片跟照片，如果你跟他讲说你当下不要照片的话，哦，他 last minute 他会跟你讲说那我给你半价，就好像讨价还价一样，但我们到最后还是决定那些照片不要，可是如果像我现在想要订那些照片的话，他是一张一张照片算，如果你是要快速快速结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在 Las Vegas， 就算你不是公民哦，你是只是 tourist， 你也可以在那边结婚，是很简单的。像我在马来西亚结婚的时候，我是需要准备超多文件，跑到超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个部门，然后我搞了好几个月才结婚。我这一次跟 Jamie 在 Las Vegas 结婚， Jamie 完全没有到任何 US 的部门，我们只是到了 Nevada， 然后跑到一个 office building， 我可以放在 description 那边。I think 美国应该是结婚，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比它更快速的地方。Yeah, that's my reaction。我们结婚了。非常的顺利。现在又在讲一次。对，又在马来西亚一次，我们在美国也一次啊。这一次比马来西亚简单太多了。基本上我们到了那个办 license 的地方，大概才不到10分钟。然后我们在这边结婚，真的是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嘛。然后 depending on 你买的 package， yeah， 总共 maybe 300-400， but very easy。他没有跟他要任何的 documentation other than 他的 IC 跟 passport。 Also 我们还有看到人家是穿 like 可爱的装来结婚，因为 Superman 啊，或者是性感的衣服啊，因为他没有规定说你要穿什么，说 anything you like。 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已经结婚过，想要再办 like future 再多一次，所以也可以做一种气氛的。 But that's it. Alright， 我们下一集见。 Love you all. We're married. Thank you. Bye bye.